做什么？当卧底。So handsome, my boy 啊！美美肉干最成功，可是好汉肉干最好吃。气死师傅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是你气死的。是你。肉干自己都不想吃，怎么叫客人买来吃啊？啊！一家人一起做的肉干才有火候，味道才香。